就是发挥自己身体的功能啊，不要浪费这个身体啊。欸，有一个师姐说的，说欸，不要吃了比又沾土地了呢。那人师父说，遇到事情就要去面对，我的生活也是这样，遇到不管好坏，我们就要去面对，要勇敢去承担，不然你只逃避也不是办法了，终究问题没有解决。我们要处理，恐怕要出手，这个大了，这派头就较粗，不使胡闹啊。我乡都是这样，要来跑来做呢，这样是我足快乐的，日子过得真好。这做是不是一边是人，一定要做到吼最后一口气，顾最后那顾就是顾哈，人都要做到最后一口气，就是做。嘿，我拢用肉体去体会很多。